全油管最快新闻。近日，河南一企业通过让员工以个人名义贷款养企业的方式，引发广泛关注。据报道，豫人集团从二零一九年至今，让一百八十一名员工共贷款两千余万元。该企业董事长表示，企业发展困难，通过员工贷款以装修贷款名义支持企业发展。此举引发了员工权益受损。 企业投诉等问题，涉事企业及银行回应称，银行不清楚贷款实际用途，企业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。有法律界人士指出，若员工转贷牟利，涉嫌构成高利转贷罪；单位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，则可能涉嫌骗贷罪。相关监管部门建议，有争议可寻求仲裁。 该事件涉及企业通过员工贷款支持企业发展，引发了员工权益受损的争议。企业解释是出于改善员工住房条件和解决发展困难的考虑，但这种做法可能涉嫌违规。在员工贷款问题中，保护员工权益、防范违规贷款非常重要。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贷款行为的监管。 确保员工权益的保障和企业合规运营，同时，员工在贷款时也需保持警惕，避免因个人信任而带来损失。订阅新闻极速递，最先知晓天下事。